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为我们讲十讲电视课堂的山水画讲座。中国的山水画历史悠久，名作辈出，大家林立，最足以代表我们中国绘画的水平。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画独具一格，山水画又是中国画最为代表性的一个门类。自这个魏晋南北朝以来，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国文化进入了文的自觉、人的自觉以来啊，中国的山水画所谓叫庄老告退，山水方思。庄老就是庄子，老子就是庄子和老子之学告退，而山水方思，就是当人们不再谈玄论道的之后，人们把自己的眼光，把自己的关注点，把自己生活的兴趣、生命的兴奋点放到了山水画领域，也就是放到了对自然的关照本身。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这种转变，使得中国的山水画开始滥觞啊。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滥觞期。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秦代、在先秦、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时期，中国绘画已经有了很好的表现，但是山水画那个时候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门类和画科。我们的山水画的元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甚至在半坡彩陶上的绘画，它们已经有所出现啊，比如说一些动物的造型，比如说一些植物的造型，一些树木的造型啊，一些山石的一些这个造型啊，都已经有所出现。而人类活动的房屋、建筑、车马，那更是大量的出现。所以广义上的中国山水画实际包含着自然本身或人在自然之中的全部生活。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要弄清，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洋的风景画，它们在历史传统中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在美学的表现上也不是一个意义，它们在艺术的这种发展的转换的历史进程中啊，它们也各自有各自的体系，各自有各自的技术，各自有各自的经典作品。所以在我们学习画山水画之前，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中国的山水画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一种文化的精神，反映中国人对于美学的追求，反映中国人生活的态度，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人合一，亲和自然，抚归田园，
所以外师造化，终得心源这两句古语，师造化是对自然的亲近和物证啊，终得心源是对人的自身的价值的反省与肯定。所以中国的山水画呢，是中国绘画里的一大宗，而且是在绘画十三科里山水画为首。由于西方的绘画它有自己的一套历史传统啊，他们从早期的圣像画，从早期的宗教绘画，后来发展成后来的绘画的许多流派，是吧？到文艺复兴以后啊，强调他们的人文主义的传统，所谓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我们中国画呢，它也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中国的社会进程，与中国的文化思潮的演进密不可分的。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学习山水画的时候必须首先要了解中国的绘画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了解中国人的美学的思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的生命的基本态度。因为这一切都反映在中国历代的山水画作之中。山水画不是简单的我画一只一棵树，画一朵云，画一块石头，画一个井，画一座房子，不是这样。它要表达的是中国人的生命的一种态度，他所要传达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由于每一个画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每一个山水画家，他们对山水，也就是说对自然，他们对人生，也就是说对人本身，都有自己的体悟，都有自己的好恶，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历代的山水画家的不同的山水画风就形成了，山水画作品本身的不同的内涵千姿百态，异常的丰富，巍然大观。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历代的山水画的名作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条隐在的传统。这个所谓隐在的传统，我认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天人合一。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显在的传统，就是山水画风的历代历朝的不同的演变，丰富多彩，多姿多彩，千姿百态，可以说云蒸霞蔚，美不胜收。中国的山水画史啊，可以说琳琅满目的作品啊，举不胜举啊，数不胜数。由于中国的山水画的这种丰富的名家名作，又有丰深的表现传统，所以我们今天呢学习山水画，这是一大宝库，那就是向传统学习，理解传统，深入传统，领悟传统，向这个宝库汲取我们必须汲取的营养。当然学习前人，领悟传统，不是为了重复传统，不是为了模仿古人，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学习山水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今天自我的表现，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为了这个时代，为了山水画艺术发展的这种创造和接力，而不是为了模仿、因袭、照抄、照搬前人和传统。与时下的一些观点我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的山水画不学习传统，永远不能入山水画的大门我认为创造不是割断历史，
不是反叛传统。所以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啊，需要我们进行一种现代转换、现代理解、现代阐释。学习传统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反映我们现代人对于自然的一种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理解。中国的山水画大致上在隋唐以前是它的滥觞期。所谓的滥觞期呢，就是它还没有非常完备、非常成熟，也还没有独立的一种欣赏价值。这个时候山水的许多元素，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基本上都有在我们中国绘画里都已经出现，但是它还没有真正独立的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山水画作品。像秦汉墓壁画里啊，汉墓壁画里有许多啊云纹、水纹、树木、山脚、山顶的表现啊，这实际上呢已经开始啊具备了山水画的雏形。我们不妨看一张啊汉画像砖，这幅汉画像砖这上边对于树木的表现啊已经可以说很成熟啊，很成熟。下边这一张画像砖对于我们人类居住的房屋的场院的表现已经很高了啊，它用了一个之字形的这种构图啊，非常的优美，非常的优美。四面封闭，然而中间用了一个之字形把两个庭院割开啊。那么我们看汉画像砖里还有很多啊这样关于山的符号啊，山的表现，鸟的表现，人物的表现啊，树木的表现，这还带有一定的所谓的图案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时期山水画的元素早已经出现啊。那么像这个北魏时期的这个教子石棺画像石啊，这上面已经气势磅礴的把云啊、水、植物、山石啊、人物啊交织表现啊，已经具有了充沛的啊非常值得欣赏的自然景物的啊描绘。这就是我们后来山水画的一个早期状态，只不过它这个时候还是以表达这个主题为内容。到这个传世的摹本的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啊，在这里边关于水的表现、洛水的表现啊、树木的表现啊、山石的表现、破案的表现啊，都已经艺术性很强。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说明啊，就是我们的山水画啊，在这个秦汉以后到隋唐之前啊，它已经是有一个漫长的这个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时期呢是它的一个早期形态。现在呢我们一般的美术史家认为中国的山水画啊最早的一件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是隋代展子虔的幽春图啊，展子虔的这幅这个幽春图。这幅幽春图呢在这里云、水、树、石，也就是山都已经有很
啊，很成熟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还是以勾勒山石勾勒，还缺少后来的我们常说的山水的皴擦，还缺少山水的渲染。但是啊，主要的山石的表现方法在这幅作品里已经都有了啊，都完备了。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敦煌壁画里的一幅西魏壁画啊，我们这里看到它的这种啊利用啊人的这种这个动作啊，人的姿势身姿，当然还有人用的器物啊和云气纹的表现，造成了这幅画面的气韵生动啊，气韵流荡啊，这也是中国山水画一个较为早期的形态。还是那句话，它不是独立成章，但是它已经具有了山水画的啊元素，具有了山水画表现的能力啊，具有了山水画的题材啊和元素啊。那么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啊，山水画这个历史啊大概在隋唐以后啊开始独立成科，走向了一个相对辉煌的灿烂的一个千余年以上的传统啊，一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艺坛，中国山水画啊享有盛誉。我们在学习山水画的时候啊，面对那么多古代的现代的名家流派名作，我们该学习什么呢？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呢？这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名家都会有自己的主张。我个人的意见是，先要了解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和它的演变，多去欣赏历代山水画的经典和名作啊，多研究这些山水画家们的思想和画论。再一点就是要啊自己动手，要适当的啊临摹模仿啊学习前人的名作。那么说这么多山水名作，我们临谁的呢？我想这个问题啊要有所取舍啊。我们说大海有那么多水，我全把它都取来吗？不可，我们只取一瓢饮就可以啊。古人说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为我所用。我们学任何东西都要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自己没用的东西它再好也不见得适合你，我们要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作为一个开场白所要强调的啊。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在临摹学习研究的时候啊，从临摹入手，从了解传统入手，从学习经典入手啊，我想这是不二法门。当然在后来我们必须面对真实山水，我们必须要去深入在自然之中，亲和在山水之间啊，我们必须要面对真实的山水去写生。但更重要的是领悟，领悟山水的真髓，领悟不同地区的山水的精神，赋予它我们的个性的美学内涵，这样你画出来的山水画啊才会独有品味，才会自有境界，才会让人觉得它不只是眼中的山水，它更是我们心中的山水，更是我们理想中的山水。古代人我们的先人画了那么多山水画，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为了
给我们描绘一个美好的景色。这只是他们的表面目的，他们更深在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营造一个理想的山水世界。其实这个理想的山水世界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诗意的栖居，让我们俯归于田园，亲正于自然，使我小我是个体的生命与宇宙与自然存在的伟在，这个伟大的存在合一啊，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精神所要实现的一个相对永恒的命题。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生活到了现代，所谓现代生活啊，快节奏，高消费啊，一切都在这种啊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这种啊追逐之中。然而当我们的心灵静下来，当我们一天的劳作追名逐利之后，或者尽自己的工作的本质本分之后，我们总是需要心灵的一个安恬之所。这个安恬之所，我们的山水画世界就是心灵的安恬之所之一啊。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山水画，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爱好山水画，喜欢欣赏山水画，我想原因也在于此啊。西方哲人海德格尔说，人类要诗意的栖居，诗意的栖居就是人要活得有滋有味，人要活得理想化，人要有浪漫的那一面，这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人不能被物质，被现实的许多物质所制约，否则人没味道了。那么好，关于山水画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我就讲这么多。Thank you.